歡迎大家收睇 Leadership Language in Practice， 我係 Laura Cusanson。到底你嘅用字點樣可以突顯你嘅領導力呢？舉個例子，有個人將個 task 交俾你，然之後同你講星期一將佢擺喺我台面。我哋一個好 typical 嘅答法就會話 No problem， 冇問題啊。我哋 deep dive 少少 No problem 呢個答案，發覺原來 No 同埋 problem 呢兩個字都係一個負面嘅字眼嚟嘅。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作答呢？What would a leader say？ 我的 recommendation 是我們可以用一些正面 engaging 的字眼，例如 with pleasure 或者 glad to be of assistance， 又或者好啊交給我。那將那個 task 交給你的人呢，不單止會更加有信心，也都知道你很樂意去參與，有一個很強烈的 team playing 的一個味道在這裡。希望下次你的回答也都會 speak like a leader。